早安，今天我陪妈咪去这个巴萨，去买早餐，顺便买一点菜。她讲今天要煮布袋，她最厉害就是煮布袋。等一下下午煮好了给你们看啊，她的布袋一斤半好吃的。今天一睡醒哦，天气就很热，看到吗？全部都是阴霾，没有蓝天白云啊，都是阴霾到完。所以大家要多喝水啊，多喝水，身体会很热，所以要多喝水。阴霾的天空啊，哪里烧巴也不懂，不知道是不是印尼。我们今天来巴萨，吉林的大巴萨，这里就是吉林的大巴萨。前面有一家银吞面很好吃的阿密银吞面，我们就去吃银吞面。这就是老字号阿密银吞面。这里就是吉林老字号的银吞面，很好吃的，你再来试试看。肉好吃，冰镇。吃饱了还要打包云吞面的去，好吃好吃。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啊，它云吞面不错的，好吃。我们买了云吞面，现在去巴萨。哎呀，去那边买点东西要煮的，要煮不带。这里就是吉林的巴萨，大巴萨。因为这里很难找停车位，所以我在车上等就好了。也不下去录，不下去拍了。巴萨就是巴萨而已，没有什么的。看到吗？停车没有放。查票员就来了，这里有一家饮食店，朋友，他的食物也是不错的。OK， 我就在这边等妈咪就可以了，就不下去了，我下去跟随哥 Alex Brother 他们喝咖啡。遇到安迪粉丝，哎呀，来，他上车了，特地停下来找我。我讲你是 Delta On 吗？因为我坐在车上这边等嘛。哎呀，谢谢粉丝啊！他们应该是认到我的车啊，直接过来问，敲我的窗口叫我开，问我是不是刘大昂，我讲是啊。谢谢粉丝的支持啊，谢谢你们。刚才我吃云吞面的时候，云吞面的老板娘，我吃饱了之后我去付款还钱，他就问我，哎，你是拍视频那个刘大昂啊？我讲是啊。他讲哎，这么拍视频这么爽，我讲是啊，玩玩啊，拍点视频给大家分享而已啊，没有什么的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加油，尽量拍多点视频给你们分享。哦，胖妈咪买一大堆来喽，买什么样多？买鱼，买虾。那煮不带呢？啊，不带，煮买粥。OK。很贵哦。嗯，很贵哦。好了，我们买了一大堆了，要回了，回家我要去跟 Alex。和这个水哥一起喝咖啡。来，我们从这边经过，这里卖马来糕，这就是吉林的巴萨。去逛巴萨也很热啊，天气很热，非常的闷热。好多榴莲啊！我在这不大的还买。OK。
这就是吉林的大巴刹。这里就是我跑步的地方，就靠近这个大巴刹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了啊。那边我们这样买多少钱？5块哇，这样买一点东西吧，我就要摆5块啊。有点鱼，有点虾，牙公，还有点买了云吞面。不知道是马币小还是通货膨胀很厉害，钱真的是不容易啊，不够用啊。随随便便去一个巴刹回来就要用啊，150块马币，太不简单了。现在我去麦当劳，这边喝咖啡，水哥在那边了。哇，这个好危险啊，经过这边要小心哦，这个中到眼睛了，太危险了。等一下要反应给那个麦当劳的人知道一下。哦，两个 brother 在里面哦。我们现在喝完咖啡了，我要回家吃妈咪，回家吃妈咪煮的不带，应该很好吃，等一下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好吃的不带，我刚刚回到家就闻到了这个不带的味道，看到吗？哇，妈咪煮的不带好料，这就是我们的午餐。今天没有陪布拉德，我在外面吃，陪我家人在家吃午餐，好料的不带。咪咪咪咪，原来早上我们打包的云吞面，到底我们现在才要吃？我都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这么高。它的面好吃啊，好吃。咪咪。可是我还是喜欢吃妈咪煮这个。不带一级棒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谁喜欢吃不带啊，但是我是非常喜欢。小的时候啊，我只要有这个臭豆，再加饭这样吃，嚯，就是几碗饭的，真的很好吃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？不带啊，这个臭豆啊，是利尿的，可以洗我们尿道。所以它是好东西来的，喜欢吃的人多吃一点，不喜欢吃的人要试试来吃看，真的很不错这东西。OK， 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红军现在是很喜欢吃。天气好热啊，好热好热。这要跟我们要去大三角按脚，哈哈，脚痛按脚。还没按脚之前，我们停在布拉贝那边喝杯咖啡，那个南方茶室那边有咖啡很好喝的。喝杯咖啡，吃一片阿崩巴力，过后再去按脚。天气太热了，太热了。我们来到南方那边喝咖啡。哦，买阿崩巴力，买这个，买这个三个。啊，这个一个。一个吗？南方茶室喝咖啡。今天这个云吞面没有开哦，云吞面没有开。这里早上有卖海南鸡饭。三片，这个一片加到来4.4，这一片1块，这一片1.4，好吃哎，还是啊，天气很热很热很热啊，喝咖啡，这地方好凉啊，风很大很大，好舒服。啊，云吞面没有开就没有人今天，这叫做阿崩，知道吗？阿崩，风好大好大。嗯，这个好吃好吃，够脆。我们要去按脚喽，吃饱了。我们每次经过这里都很堵车的，因为日行独中中学在这里，看到吗？这边特别堵车。到了我们按摩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尾岩。按摩可以把车停在后面啊，停在这个店屋的后面，不用给停车费，看吧，就是在家仁爱脚底按摩，把车停在后面这边，停在这里不用给，停在龙城影视中心这里，
这里都是卖早上。这龙城饮食中心，它大多数是早上在卖的。所以我们停车在这里，走出去就到了。那么仁爱脚底按摩，这是它后面。啊，就这家了，蓝色衣服是按摩师来的。这就是仁爱，它的价格表。按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我们按脚一个小时是60分钟，55块，再按个背5分钟，5块，所以就变成60块。据我所知哦，久不久去按一下脚，按一下摩对身体很好的，所以有时间的话，有金钱的话，可以给自己舒服一点，去按按一下脚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，更加需要按一下。给血液循环好一点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啊！我要回去跑步了，到此为止，晚安，晚安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去跑步。